大家好，我是沈老师，我现在在浙江工业大学屏风校区，这里是留学生宿舍楼。今天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留学生宿舍，跟我走吧。 宿舍的一楼有前台，如果你有生活上的问题，可以找阿姨帮忙解决。宿舍的一楼还有一个洗衣房，大家可以在这里洗衣服。每层楼都有一个厨房，厨房很大，也很干净。 你可以在这里和朋友一起做做饭、聊聊天。房间里面有床、空调、床头柜，床的前边是书柜和书桌，你可以在这里看看书、写写作业、玩一会儿电脑游戏。 动词 plus 一下 ，if the word 一下 is used after the verb, it indicates that an action is brief, slight. For example, 参观一下，看一下，呼吸一下。最后，我们来采访一下这里的留学生，听听他们的感受吧。同学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是哪国人？我是土库曼斯坦人。 你觉得住在宿舍怎么样？我觉得住在宿舍很舒服，也很方便，买东西、做做饭、拿快递都很方便。好的，谢谢。不用谢。